一只，好运多谢啦！一只母的哦。刘大哥，交通遐，交通啊，后边交通，迄款马路啊，这个活动内底就是熟悉咱的社区，到底有啥物的生态？好，啊，多一个路段，啥物生态出现较侪？啊嘛，因为安尼，咱来咱去找出来伊的热沙的露点区，好，啊，得协助来改善伊这个廊道嘛，哈。台湾厕所，这是台湾特有种。咱资料建立起来，啊，咱一寡单位的时间，因也有法度去调查资料，啊，愿意改善这是上好。十一月初六，暗时7:30，台湾技术铺，公民科学家罗萨调查。